大家好，我是爱元神，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 4.6 版仆人镜炼火之章全剧情流程。有段时间没去白松镇了，今天我们到那里逛一逛吧。喂，旅行者派蒙。啊，这声音是，看这边。用时下流行的说法，是命运中的再会吧。真没想到能在这里遇到你们，这是我今天最开心的事情。我们才意外呢，你怎么回来白松镇？哦，难道说是有什么魔术表演吗？其实是家里遇到一点小麻烦，父亲把我们暂时安置在白松镇里。啊，林尼特和菲米尼也来了吗？嗯，大半个碧炉之家都搬来了。你应该也注意到了吧，白松镇里多了不少人。这么多人搬到白松镇，看起来可不像是小麻烦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这个嘛，两位如果好奇，我可以解答你们的疑惑。哎，吓我一跳。父亲，您来了。那个，我们不是故意要打听碧炉之家的事情了，只是……不必紧张，从你们的话语中，我能感受到真挚的关切。同时我也明白你们心中仍有疑虑，将这么多愚人众迁到城镇里，很难不让人怀疑是别有用心。我非常理解，回看过去，两位曾和愚人众有过数次交锋，放眼未来，也很难保证我们的关系能够一直保持融洽。不过至少现在我们并没有冲突的理由，不是吗？对于曾密切合作过的朋友，碧炉之家愿意展现更多的诚意。而且在这件事上，我们确实没有不可告人的秘密。坦率地说，一切起源于碧炉之家的一个传闻，属于我们的内部事务。哎，什么样的传闻？据说碧炉之家里多了一个不存在的孩子。不存在的孩子，听上去有点吓人。一个早已不该存在的亡魂，游荡在碧炉之家的阴影中。所以，我把孩子们先带到白松镇，再慢慢的排查。估计很快就能找到他了。到时候随手处理掉就行，构不成什么麻烦。两位若是好奇，或是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地方，可以在这多留几天。见到家里来了客人，孩子们肯定也很高兴。林尼，招待客人的工作交给你了，我还有些要做的事，先走一步。好的，父亲。能邀请你们到碧炉之家做客，见见其他的兄弟姐妹，也是我的心愿。在碧炉之家，你们的名声也很响亮，特别是预言危机之后，很多人都在谈论你们。不介意的话，要不要留下来聊聊天？好吧，反正我们现在也没有别的事情。不过先说好，我们只是来做客的。等等，做客应该可以吃到很多好吃的吧？当然了。我们借住在白松镇，协助这里的人出海捕鱼，每天都有不少收获。今天就由我亲自下厨吧，走，先带你们去落脚的地方。这间房子是我们向本地人租用的，当作一个临时据点。等会儿我回来收拾一下，留给你们晚上睡觉用。多谢啦。我们现在去哪儿？刚刚偶遇你们的时候，我正在分发物资。这么多人借住在白松镇，需要时不时从外面采购些日用品。我先把剩下的送完，免得其他人等着急了。这样啊，那我们和你一起去吧。
外面有各种各样关于你们的传闻，也不知道哪些是真的，哪些是假的。难得有机会见到你们平时的样子，我们可要好好观察一下。当然可以，跟我来吧。林宁，终于等到你了，今天的物资都在这儿了，请收好。喂，怎么看呆了？旅行者派毛，真厉害。大家快过来，旅行者和派毛来了。等一等，不要突然围上来这么多人，会吓到客人的。没关系，不过我们有这么出名吗？那当然了，父亲大人和林尼哥哥经常提起你们呢。父亲说你们帮过林尼，是值得信赖的朋友，这是我们从父亲那里听过最高的评价了。大家都在讨论你们是何方神圣。据说旅行者姐姐力大无穷，可以搬动高大的山峰。据说派蒙姐姐力大无穷，三天就能吃光德波大饭店的全部储备。等一下，为什么关于我的传闻一点都不酷啦？对了对了，我听说家里来客人的时候要准备些好东西来招待。不用啦，再说我们也没带什么礼物。别客气，要不要拿一些我新配的药剂？毒药和伤药我这里都有。或者让沙普洛哥哥教你们前行技巧吧，沙普洛哥哥的技术很好，从来没有失手过呢。这个主意不错。虽然你们习惯正面战斗，但所谓技多不压身，对于如何悄无声息地解决敌人，我有不少心得。虽然上次中毒后身手不如以前了，不过在一旁指点还是没问题的。等下等下，怎么突然就聊到药剂和战斗了？这是我们能拿出来的最好的东西了，你们不喜欢吗？或者这样，你们把讨厌的人告诉我，我们给他个教训。好了，福尔斯埃卢瓦尔，所谓招待客人最重要的是心意，你们的热情已经传达到了，不需要送出具体的物品也能让客人开心，一直纠缠下去的话反而会被讨厌哦。真的吗？太好了，难得有客人来玩，如果有什么需要随时跟我们说哦。需要毒药的话请找我，我最擅长配各种药剂了。有空再聊，我们先去继续发物资。好的，你们先忙。再见啦。林尼，他们刚刚聊的那些话题吓了一跳对吧？这也是家的一部分。福尔茨是被亲人抛弃的，他很小的时候就出于好奇掐断了家里所有宠物的脖梗，被当成危险的坏种。埃卢瓦尔对药剂有一种异乎寻常的执着，父亲禁止他随便喝下自己配的药，但他还是经常试图偷喝。我一直盯着他。沙普洛和我差不多大，我主要负责情报，而他负责监视。他非常喜欢自己的工作，会主动接一些非常困难的活儿。我知道你们不太习惯他们的聊天方式了，不过他们的确对你们并无恶意，只是想把自己眼中最好的东西给你们而已。飞月儿，物资送到了。辛苦了。他们是谁？外面的人？介绍一下，他们就是旅行者和派蒙。啊，我听过，这可是最近很有名的组合。你们好，听说你们一直在外面旅行，去过各种各样的地方，是真的吗？那当然啦，我们可是要走遍整个提瓦特大陆呢。真好。这么说你们对枫丹也很熟悉了，前段时间上映的那部歌剧，我想想是叫四千大道吧，你们看了吗？啊，我们还是第一次听说。我看到海报感觉会是一部很棒的歌剧呢，有空的话一定要去看看哦。还有盲女，听说台下的观众可以参与互动，很有趣。这
这次任务结束后，我想去做个美甲，就是把指甲涂成别的颜色。那我也去尝试下染发吧，不知道要花多少钱。是我的错觉吗？感觉他们比刚刚那几个人好相处，看来碧露之家里也有普通人呢。我都听到了。喂，抱歉。你们说的应该是福尔茨那些人吧？也不是所有人都像他们一样了。那些疯子现在应该很兴奋吧？哼，他们巴不得早点回至东去执行那个计划。好了，飞月儿。知道，不要在背后议论家人，对吧？真无聊，走了。再见，有机会一起去看歌剧。总之物资发完了，我们也回去吧。感觉他们之间好像有什么矛盾。也是，毕竟我们现在是客人嘛。哦，离你走远了，我们快跟上去吧。怎么样，见过了碧炉之家的其他人，有什么感想吗？因为父亲一直教导我们要有自己的决断，所以家里会有各种各样的声音。我准备去做点吃的，你们要不要一起来？好呀。那我们这就出发。菲米尼，你在那做什么？菲米尼，又见面了。你们好，我听说你们来家里做客，欢迎。我们正准备去做饭，你也来搭把手怎么样？记得你跟我说过，想亲自下厨做海鲜汤给旅行者和派蒙尝尝。海鲜汤，我口水都要流出来了。对了，菲米尼，刚刚你是在找什么东西吗？我们帮你一起找吧。没事的，我只是想问问有没有多余的物资。啊，还剩下一些，你缺什么？干粮、清水，如果可以的话还需要一些棉布。好说，你稍等一下。干粮、清水，等等，你要这些做什么？你最近没有外出的任务吧？不都是跟我们一起吃饭吗？我夜里会觉得肚子饿，所以想多要一份，可能是因为正在长身体。菲米尼，还记得我说过的话吗？你和我不一样，你还没有习惯说谎。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需要连我也瞒着吗？那个，我们是不是回避一下比较好？我第一次看你露出这样的表情，跟父亲有关吗？嗯，跟我来吧。欢迎回来。哎，今天的人数好像变多了，有新朋友吗？你好，我是林尼，在碧炉之家长大。请问你是？你好啊，我和你一样也是碧炉之家的孩子，至于名字叫我克雷威就好。克雷威，很高兴认识你。林尼，你听说过这个名字吗？没有，但我很确定他并不在碧炉之家的名单上，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混进来的。我猜他多半就是父亲在找的不存在的小孩。菲米尼，是你找到他的吗？你没有跟父亲说吗？我把他藏在这里，没有跟任何人说。从什么时候开始？大概半个月前。那不就是我们刚到白松镇的时候？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？我知道。你在包庇父亲搜查的人，这件事如果被父亲发现，所有执行者都会一并被惩罚，这是碧炉之家的规矩，父亲不会接受任何形式的背叛，你应该很清楚才对，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想过了，
不能就这么把他交出去。林妮，你还记得去年沙普洛差一点丢掉性命吗？他在执行任务期间中了毒，反正是毒性发作，身边一个人都没有。那天夜里有人喊我起来，让我去救他。我睁开眼睛，找不到声音的来源，却还是半信半疑的去找沙普洛，这才保住了他的生命。像这样闹鬼的事情碧卢之家发生过好几次，你应该也有印象。你的意思是那些都是他做的？他救过我们的家人，除非还有其他游荡在碧卢之家里的亡魂，不然没有别的可能性。如果克雷威是我们的敌人，不管他是亡魂还是小孩子，我都会毫不犹豫地动手，因为这是父亲的命令。但他和我们生活在一起，暗地里帮过我们很多忙，我觉得应该将他也视作家人。什么都没搞清楚就把他抓出来处理掉，我做不到。那你有想过以后怎么办吗？他不可能永远藏在这里，早晚会暴露的。我还没想好，我不想违抗父亲的命令，但我也不能看着他陷入危险。你跟我过来，我有几句话想单独对你说。他们关系真好呀。是吗？我看他们明明一副要吵架的样子。不是哦，他们感情很深的，我也有这样的好朋友，所以一眼就能看出来。只是不知道这份友谊能够维持到什么时候。家的黑暗比你们想象的更加深邃，没有人能够活着从这里逃离。抱歉林妮，我不想把任何人卷进来。真巧，我也不想听你说不把任何人卷进来。什么意思？我记得小时候你不会叫我林妮，而是和林妮特一样喊我哥哥。我们都是孤儿，被父亲收养在一起长大，兄弟姐妹中我们三个人的关系最好。后来你改口叫我的名字，我其实知道为什么。我和林妮特有血缘关系，而且在加入碧卢之家前就相依为命了。林妮，我在你和我最困难的时光里，我们甚至都还没有见过面。但即便如此，菲米妮，我们仍然并肩而行了许多年。你和林妮特都是我最珍重的人，没有任何人能够代替，所以我不会让你一个人面对这些事，绝对不会。糟糕，林妮和菲米妮看起来很激动，我们还是过去看看吧。下雨了，得去把衣服收起来。林妮，菲米妮，你们应该没有在吵架吧？菲米妮，你是哭了吗？我没事，谢谢你们。经历了这么多事，我们应该也算朋友了吧？有没有我们能帮到的忙？家里的一点小矛盾而已，有我在，两位客人就放心离开吧。啊，你有什么想法吗？通常来说，有客人在的时候，家里的矛盾不至于闹到不可收场的程度。你是想说这个吧？谢谢。我本希望你们置身事外，现在反而不知道该怎么拒绝了。今后两位如果遇到什么危险，我也会拼上性命帮忙。我也一样。那我们说回现在，既然不打算把克雷威交给父亲，那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在父亲找到他之前查清楚他身上的秘密。
搞清楚他是从哪里来的，到碧炉之家想做什么，之后悄无声息地把他送走，就当他从来没有出现过。这个方法我已经做过尝试了。失败了吗？是的，我曾试着把他带到很远的地方，但过段时间他再次出现在了家中。这次我们搬到白松镇，他也跟着来了，似乎家在哪里他就会跟到哪里。我对亡魂不太了解，你们有什么办法吗？我想想，对了，据说如果实现幽灵生前的愿望，他就会消除执念，回到地脉里去了。我也忘了是从哪里听说的了，不知道有没有效果。听起来是个可行的方法，等会儿去问问他的愿望吧。不过在那之前，菲米妮，我要和你做一个约定。约定？约定，这件事是我们两个人做的，我们两个人都是主谋，除此之外不涉及任何人，可以吗？好，我答应你。那我们像小时候一样碰拳为誓，三二一。我发誓。离他！是啊，真是吓到我了。我的妹妹，你怎么来了？还有，这个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笨蛋哥哥。笨蛋菲米妮。笨蛋旅行者，笨蛋派蒙。连我们两个也。我在碧炉之家的时候就见过克雷威了，本以为他没有跟来，原来是被你们藏起来了。我听到你们的作战方案了，我不需要撇清关系，我更希望能和你们一起行动。不答应的话，我就把这里的情况上报给父亲。就这样。唉，看来是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了。既然这样，就让我们共同面对吧。先问清楚克雷威的情况，然后决定下一步计划。事不宜迟，我们立刻行动起来。吃饱了，谢谢你们帮我带饭。他说吃饱了，但桌上的东西看起来没动过吧？据我观察，克雷威他碰不到现实中的东西，但他会在食物面前停留。或许在他的视角中，他真的在吃这些东西。他知道自己已经过世了吗？我问过他，但他没有回答。我猜他也不清楚，或者根本没法理解这个问题。克雷威，现在有空吗？我想问你几个问题。可以啊。哎，又有新朋友来了吗？你好，我是克雷威。你好。克雷威，你是怎么加入碧炉之家的？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？大家不是都一样吗？被仆人亲手送进来，然后就只能待在这里。但碧炉之家的名单上并没有你的名字，而且我也从来没有见过你。名单？我知道了，看来你们对这里还不够了解。同域这里的人并不像看上去那样善良，所谓的名单并不完整，有很多人从一开始就不在名单上，因为他们并不被视作家人，仅仅是实验品而已。同伴名单上不会有他们的名字，倒是处刑名单上说不定会有。
真的假的？仆人他……有人可以为你作证吗？佩佩，他是我最好的朋友，我只相信他。你们听说过这个人吗？没有。我也……他和他说的人都不在名单上，但我觉得他不像是在说谎。除非他在这个年纪就已经能骗过魔术师的眼睛了。我们换个话题吧。克雷薇，你有什么心愿吗？心愿？对，什么都可以。想象一下，如果今天是你的生日，在吹蜡烛的时候，你会许下什么愿望？我想到外面去，我想在阳光下生活。啊，就这样嘛，好像很容易实现呀。家的黑暗比你们想象的更加深邃，没有人能够活着从这里逃离。空想下去不会有什么结果，我有个计划，大家听一听。接下来我会用魔术中最常见的障眼法，想办法带他去外面，去有阳光的地方。尼尼特，你去拿一份处刑名单，看看上面有没有克雷薇的名字。费米尼，你留在白松镇，这么长时间克雷薇应该不止和我们接触过，我需要你收集情报，看看他都说过什么话，做过什么事。明白了。我会努力做好的。那我们呢？我们该做什么呀？我很感谢你们愿意出手相助，但这毕竟是壁炉之家的内部事情，我不希望你们牵扯太深，这会让你们承担不必要的风险。我想想，父亲说你们是客人，既然这样，可以请你们留在父亲身旁吗？不需要特意做什么，正常聊天就好。我懂了，由我们来吸引他的注意力，对吧？我会给你们一只魔术飞鸟，如果父亲察觉到什么，你们可以悄悄放飞它，我会收到示警。当然，这是紧急情况。如果父亲没有注意到我们，那就先不要联系，晚上再在这里见面吧。最坏的结果，如果被父亲发现，就请你们将一切告诉父亲，不能让客人跟我们一起承受惩罚，这是我们的底线。你们也是，就在这里分别吧，父亲应该在附近的海滩。希望计划顺利，不，一定要顺利，这是消弭争端的唯一办法。克雷薇，我想带你去个地方，你愿意跟我一起来吗？可以呀、啊，我们要去哪儿呢？仆人，还有公子。喂，你不是回之东养伤去了吗？怎么还在枫丹呀？哦，两位，没想到还能在这里再见面。从原始胎海离开后，我昏迷了很久，再次醒来时，发现自己正被送往至东。这怎么行？我在枫丹还有没做完的事情。于是我强撑着爬起来，又一个人回来了。啊，什么事情？关于斯科克，我的师父，我很想见他一面，可惜等我回来的时候，他已经离开了。我还有很多问题想问他，没办法，只好拜托仆人帮我查查师父的踪迹。他既然来了枫丹，应该会留下些蛛丝马迹才对。原来如此。那你们找到什么线索了吗？很遗憾，虽然壁炉之家可以搞定绝大部分情报，但面对那样的存在，我们也无可奈何。说到底，还是师父认为现在没有见我的必要。不过，这个问题也容易解决，只要我变得更强。唉，你还是先把伤养好再说吧。
我已经好得差不多了。多亏了碧卢之家，那个叫埃卢瓦尔的孩子配了些乱七八糟的药剂给我，喝了之后浑身都疼，但恢复速度确实快了不少。唉，这次真的要道别了，老爷子派人来催了，让我回去参加什么计划。严冬计划？对对。哎呀，听说还有夫人的事，我可不想回去听他的长篇大论。要不你想个办法让我在枫丹多待一段时间，我还是觉得焦林妮他们武艺比较有趣。如果你能和我切磋一下就更好了，我还没见过你全力以赴的样子。想多了，我也在接下来的计划中，用不了多久就会从这里离开。再说那些留在至东的富商政要点名要你回去，不也是一种荣耀吗？饶了我吧。感觉这两个人。所以两位碧卢之家的客人来找我做什么？这个没错，我们跟黎尼他们已经很熟了，反倒是对你还不怎么了解呢。是吗？我记得自己做过自我介绍。那种简短的自我介绍有什么用了？起码告诉我们为什么你要自称父亲吧。哦，好问题，我其实也想知道。既然你们都不知道，说明我们的情报工作做得很好，应该继续保持下去。不愧是外交官啊，轻易就化解了我们的进攻。没事的话我就先回去了，家里还有件麻烦事要处理。等一下。哦，这个问题我也有点好奇。我和碧卢之家那些孩子们接触过，他们都是些好孩子，见到他们我就会想起东尼亚和托克。如果有一天你背叛了他们，我一定会找你打一架。我为什么会背叛他们？我听说你已经背叛过一次碧卢之家了，不知道是真是假。哼，好吧，我承认是老爷子，哎，就是公鸡告诉我的。你真的对那些孩子做过什么坏事吗？比起我做过什么，我更想听听伟大的公鸡先生是如何评价我的。我想想啊，大致就是干掉了许多同伴，最后还对亲人动手之类的。哦，看你的反应，这些传闻是假的？不，虽然这种表述我不太喜欢，但也算是事实，严格来讲算是某种偏见。我暂时不打算澄清，偏见会将真相包裹起来，对我来说是一件好事。就像我经常自称枫丹人，但我只是在枫丹长大而已。啊，你不是枫丹人吗？那你为什么要帮枫丹度过危机？在枫丹做事，这个身份比较好用，不会被怀疑是别有用心。谁不想拯救自己的家乡呢？我真正想要保护的是那些出身枫丹的孩子。原始胎海对我没有影响，但会给碧卢之家带来损失。希望我透露的信息可以满足你们的好奇心。既然你为了他们留在枫丹，那我相信你不会背叛那些孩子们。抱歉，之前我对你的看法有些偏颇。我说了，这是一件好事。说起来，在碧卢之家养伤的时候，我还听说了一件很对我胃口的事情。据说在碧卢之家，每次家人出现争执的时候就会打一场，输的一方要主动做出让步，那岂不是可以经常光明正大的切磋？你说的是近些年的事情，更早的时候可没有这么美好。输的一方会失去一切，包括自己的生命。这么危险，幸亏改掉了。现在的氛围我很喜欢，或者说有点羡慕。你有这么多家人，而且可以和他们生活在一起。家人太多，就会开始吵闹，开始勾心斗角。等东尼亚和托克都进入叛逆期，你就明白这种感受了。想象一下，
托克迷上了拔公鸡的胡子，东尼亚把自己的头发染出42种颜色。停停，我完全能够理解了。一晃都到这个时间了，我该走了。旅行者派蒙，下次不知道会在哪里再见，到时候有机会的话我们再比试一番。都说了你还是先把伤养好再说吧。好好，还有这次多谢你了阿雷奇诺。不客气，拿到神之心有你的一份贡献，我们互不相欠。这样也不错，那我走了，下次再会各位。我们也走吧，你要跟我们一起回去吗？怎么，你们希望我现在就走？啊，这个晚风很舒适，我留下来思考一些事情，招待不周敬请谅解，希望你们住得开心。终于撑到晚上了，多亏了公子帮我们拖住了仆人，他应该没有察觉到异样吧。不知道林尼那边怎么样了，我们赶紧回去看看吧。还想再多待一会儿，那就一起看看海吧。林尼怎么样，有什么进展吗？说来话长，我这边遇到了一点麻烦，克雷威没办法去有阳光的地方，我让他跟在我身旁，然后带他到地面上，最开始一切都很顺利，但是当我领着他穿过阴影走入阳光的时候，我突然发现他不见了，回过头就看到他停留在阴影的边缘，静静地望着我。难道他害怕阳光吗？不对不对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他就不会提出在阳光下生活的愿望了。要不推他一下试试？也对啊。总之我尝试了各种方法，都没能成功。眼见太阳落山，我只能先带着克雷威回来了。林尼特，你那边情况怎么样？我拿到名单了，在这里。真的吗？快让我看看。居然有这么多，要完整看完要花多长时间呀？我们分一份吧，每人看一部分。给拉普亚德、朗杜瓦、让贝尔、奥尔内。这个奥尔内脸上有好深的疤痕，看上去就是个很可怕的家伙。啊，我跟他接触过，他是某次执行任务的时候受了伤，当时他还跟我开玩笑，说以后要被爱人嫌弃了。那你怎么说？我问他有爱人吗？他说没有。聊天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后来我听说他真的喜欢上了一个人，为了他不惜从家里逃跑，但没能成功。有一天他被父亲叫出去之后，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。也就是说他被仆人给……虽然残酷，但这就是家的规矩。在壁炉之家，每个人都知道太多秘密，所以这里容不下背叛。想从家里离开，必须付出生命的代价。没有啊，这也在预料之中。这份名单并不完整，只有近五年的记录，还是从别的地方入手吧。菲米尼，你打听到什么情报了吗？菲米尼，抱歉，我刚刚在想事情，
我认真地跟其他人聊了聊，感觉家里的气氛有点奇怪。奇怪？嗯，其实以前家里就有许多争吵，比如沙普洛和菲约尔之间。是我们分发物资的时候见过的那些人吗？他们看起来确实不太一样，聊的话题也完全不同。很简单，父亲将我们带到壁炉之家，教我们知识和武艺，但并非每个人都发自内心的想留在这里。在加入壁炉之家后，我们就带上了愚人众的标签，在很多人看来，这并非是一个光明正大的身份。随着年龄增长，一部分人的心里有了别的想法，只是囿于壁炉之家的规矩，不敢轻易开口。沙普洛、福尔茨他们更拥护和认可父亲，以身为愚人众为傲。而在菲约尔、南特伊心里，这种感情要平淡许多。这种矛盾一直都存在，父亲应该也知道。但我觉得情况好像变严重了。菲约尔他们似乎私下里会聚在一起聊什么东西，虽然只是我的猜测，但我觉得他们应该见过克雷威。你觉得克雷威在煽动他们？不像，但克雷威可能跟他们说了一些家里不为人知的黑暗，他也跟我说过这些，比如拿孩子们做实验，强迫没有力量的人上战场。菲约尔他们相信了？这些事完全没有证据。我觉得他们未必相信，但克雷威的话提供了一个借口。唉，根源还是在严冬计划上吗？等一下，你们讲慢点了。胡润好像也提到了严冬计划，这个到底是什么？抱歉，具体内容我也不了解，我只是听父亲说过，是由公鸡与夫人两位执行官联手推动的计划，涉及到于因为顺利拿到了神之心，壁炉之家得到了嘉奖，并将在严冬计划中承担非常重要的工作。这对你们来说不是好事吗？重要等同于危险，对我们来说是很大的麻烦，父亲也很头疼，但又没法拒绝。他们的计划合情合理，甚至给我们调拨了大量经费，但是按照这个计划执行，我们会牺牲很多人，这也算一种变相打压。他们对不受掌握的情报部门感到不安。没想到愚人众内部这么复杂，不过这和你们家里的矛盾有什么关系吗？外界的压力会加速内部的分化，死亡的恐惧压在心头，可能会让一些人做出错误的举动。我本来以为解决克雷威的事情，一切就可以恢复正常，现在看来，情况比我预想的更麻烦。如果放任菲约尔他们不管，父亲迟早会对他们动手。哥哥，我们只能做好眼前的事情。也是，现在去找菲约尔他们，一时间也不会有什么结果，反倒会适得其反。还是先想办法送别克雷威吧。今天很晚了，我们先各自去休息，明天太阳升起立刻出发。林尼特，这次你跟我一起去外面。费米尼，拜托你盯着菲约尔他们，尽量不要让他们做错事。今天辛苦大家了，晚安，明天再见。啊，说着要早点睡，结果完全睡不着。你说仆人如果知道了林妮他们做的事，会不会很生气？
他平时笑着的时候我就觉得有点吓人，要是他发起火来，到时候你一定要保护我呀。嘿嘿，我就知道你靠得住。啊，你快看那边，要是被人发现就糟糕了，我们快跟上去看看。在那边。他到底要去哪儿？千万别被人看到呀。哎，快看，他停下来了。没有人盯着，我把窗户打开了。你们看，外面的景色很漂亮吧？只可惜，这就是我能做的极限了。在你们眼中，我所做的事情是不是很可笑呢？相较于这种看不到希望的反抗，还是生活在美好的梦里比较轻松。克雷威，你到底知道什么呀？能和我们具体说说吗？可以啊，虽然你们可能会后悔听到这些事情，包括我在内，这个家里的所有人都只是工具与消耗品，有利用价值的人暂时留着，没有价值的人被送给博士做实验。我亲眼见过许多人生不如死的模样，我已经受够了。你说的这些都是仆人做的？我觉得不像吧，虽然他看起来很可怕，但好像也没坏到这个程度。我知道你们不会相信我的，每个人都觉得他是个好人，都觉得他是一位真正的母亲。母亲？可他玷污了这个称呼。如果可以，我永远都不想再见到他。假如佩佩在这里就好了，他一定能明白我的想法。佩佩，又是这个名字。说起来，你有没有一种奇怪的感觉？他和我们之间就好像隔着什么东西一样。他真的是在和我们说话吗？还是把我们错认成了别人？好吧，不过我感觉他好像很愿意向我们倾诉，不如我们就多陪他一会儿。他看起来年龄很小，不过心里好像藏着许多事呢。起风了，该关上窗了。夜色很漂亮吧？悄悄告诉你们啊，据说至冬夜里的极光比今晚的月亮还要美丽。我跟佩佩约好了，长大后一起去看。可我最近找不到佩佩了，难道说他也被……不对，他是特别的，母亲很喜欢他，我得去找母亲大人谈谈。但我们刚吵了架，他不想见我，我也不敢见他，我到底该怎么做？哦，真是搞不懂他在想什么。我们也回去吧，明天还要早起呢。人齐了，今天也按照计划行动。什么？为什么这么问？其实，我们昨天晚上见到了克雷威，这是他告诉我们的。我们在须弥见过博士，他不但很危险，而且做过很多坏事。我不敢保证父亲与博士没有来往，但我认为父亲不会跟他合作。我们并非同一派系，相互也不信任，没有合作的基础。不过我听说父亲刚刚成为执行官的时候，博士确实有提过想要跟碧卢之家合作，父亲拒绝了大部分提案，只保留了一个秘密实验。秘密实验？克雷威说的该不会就是这个吧？
应该不是。我不知道那个秘密实验是什么，但它是碧炉之家独立完成的，博士只提供了研究方向，算不上是合作，而且只是实验内容保密而已，参与实验的人都有完整记录，跟克雷威说的情况也对不上。请相信我们，碧炉之家隶属于愚人众，难免会做一些你们无法接受的事情，但我们有自己的规矩，有自己的底线。哦，那我们就放心了。说实话，如果仆人真的和博士合作过，做了一些很过分的事情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你们了。可是，难道克雷威在说谎吗？总觉得也不太像。唉，要是能直接问问仆人就好了，但他应该不会轻易告诉我们的吧。父亲昨天没有回来，应该还在海岸附近，拜托你们了。林尼特，你跟我走。费米尼，你也要小心。开始行动。又见面了，看你们一脸憔悴，昨晚没休息好？是有一点。少一点心事，说不定可以睡个好觉。接下来想做什么？睡个回笼觉，还是绞尽脑汁想些新的话题？我确实有点好奇，今天公子不在，你们要找什么理由把我留在这里呢？你在说什么呀？我们只是来随便聊聊天。没想好的话，陪我去个地方如何？别紧张，我们会绕开那些鬼鬼祟祟的小家伙。今天的海风好舒服呀。孩子们总是自认为能骗过大人的眼睛，可那些小算盘我看得一清二楚。让他们多折腾一段时间吧，我有足够的耐心。我先走了，想清楚就跟上了。我们在墨芒宫门口见面。乖乖听话，或许他们还有一线生机。怎么办啊？他刚刚的语气很明显是知道我们做的事了吧？而且他摆明了是在要挟我们。希望林妮能及时收到我们的预警。接下来我们还是要去一趟墨芒宫吧，他都这么说了，感觉不去的后果很严重。那我们快跟上去，如果他等急了直接去找林妮，那就糟糕了。离接下来的谈判还有点时间，我们就在这儿聊聊吧。很高兴见到你们和我家的孩子相处融洽，孩子想要成长，良好的人际关系是必不可少的。仆人，你会怎么处置他们？林尼、林尼特、菲米尼，还有菲约尔、南特伊，人还真不少。我向来对背叛者一视同仁，没有任何特例。你会杀死他们吗？想为他们求情吗？很遗憾，没有人能改变家的规矩。在这里，所有人都要为自己的言行举止负责。你对他们没有任何感情吗？他们一直叫你父亲，而且发自内心的尊敬你。任何一个组织，若是人情大于规矩，就会迅速走向衰败。更何况，是以严格著称的碧炉之家呢？唯一能安慰你们的是，作为客人，你们并不在清算范围之内。林尼他们大概能保住性命，菲约尔、南特伊为首的这些人，再加上克雷威，他们想要叛逃，那就没有商量的余地了。没有人能带着秘密活着离开。这未免太残酷了。这样如何？看在客人的份上，我再多等一段时间。如果在这期间林尼他们成功让克雷威消失，那就销毁了证据，我不会再追究他们的过错。否则
我会抓住正在干坏事的他们，让所有人受到严酷的惩罚。放心，还有，这个你们收好，不要再搞丢了。训练一只魔术飞鸟要花不少时间，死了有些可惜。你从哪抓到的？好了，闲聊到此结束，该做正事了。之所以约你们在这里见面，是因为我要去墨芒宫谈一件事情，跟你们无关，但请你们跟在我身边，不要想回去通风报信。走吧，时间刚刚好。许久不见，纳维莱特先生，没想到我的会见申请这么快就能被批准，墨芒宫的效率真是让人由衷赞叹。对一位声名在外的外交官，这是必要的尊重，但客观来说，我原以为赠与神之心会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，这次还带上了旅行者和派蒙，到底所为何事？我很快就要离开枫丹了，临走之前还有一件放心不下的事情，几句话未必能说清楚，我写好了一份提案，请纳维莱特先生过目。我明白你的请求了，恕我直言，我无法理解你这么做的原因。听闻纳维莱特先生有品水的爱好，我就用水来做比喻吧。家就像一个巨大的湖泊，无数条河流汇聚而入，无数条河流奔涌而出。作为一个每天注视着湖泊的人，我希望每一条流出的河都能抵达大海。然而客观事实告诉我，这是不可能的。绝大部分河流都会在半路干涸，渗入泥土中，再无声息。我想给那些看不见海的水找一些存在的意义，比如灌溉两岸的田地，或是成为某个人杯中的甘泉。喂，你听懂了吗？我有必要提醒你，无论你如何美化他们，都没有人想要品尝浑浊的水。是曾经浑浊的水。别担心，我会滤净水中的泥沙，让他们回到最纯净的样子。既然你提到这是交易，那我们聊一聊细节吧。如果纳维莱特先生同意我的提案，我的势力会逐渐撤出枫丹，今后非必要情况，我们不会在枫丹执行特殊任务。你的意思是，今后不会发生达尔杜夫遇刺这种事情？你说那个贪污善款的伪君子，我对他的遇害表示沉痛的悼念，不过目前好像并没有证据指向壁炉之家。当然，如果纳维莱特先生答应我的提案，我可以帮忙做一些事情，让类似的麻烦少一些。真是滴水不漏的发言。好吧，我原则上同意你的提案。感谢您的宽宏，纳维莱特先生。交易达成，我们也该告退了。我托人带了两瓶来自至东的泉水，希望下次有机会听听您的感想。下次再会，记得你的承诺。好了，旅行者派蒙，我们走吧。之前提到过，我可以轻易地和他人的情感产生共鸣，然而在几次见面中，我几乎无法从这位执行官的身上感受到任何东西。他的内心就像平静的湖水，幽暗深邃，没有任何涟漪。我不清楚他是天生如此，
还是已经能靠自我意志来掌控情感，无论是哪一种，都意味着他很危险。我不会过问你们跟随他行动的原因，但请你们务必要注意安全。仆人，刚刚你和纳维莱特在谈些什么呀？又是湖泊又是河流的，难道说你们在讨论什么跟水有关的工程吗？两位很好奇吗？现在似乎并不是关心这个的时候。也是，不知道林尼那边怎么样了。你在想办法吗？加油啊！等下，你没事吧？都怪我，光想着卖报的事情，没看前面的路。作为补偿，这份报纸你们收下吧。不用了，这多不好意思啊！没事没事，反正我手上还有不少。报纸这东西拖到明天送都送不出去，都怪我想着多赚点钱补贴家用，一口气进了太多货，结果今天看报纸的人少，现在还没卖完呢。在聊什么？没事没事，刚刚不小心撞到了这位朋友，我现在就走。等一下。这个如果索要赔偿的话，我没有现钱。拿三份报纸，这是魔了。啊，谢谢惠顾，神明保佑您发大财。啊，要是每天都能遇到像您这样慷慨的人就好了。开玩笑的，明天我还是少寄点报纸，不能因为快结婚了就心急。再见各位。事情办完了，坐船回白松镇吧，路上还可以看报纸打发时间。等一下，再过一会儿怎么样？对了，我肚子饿了，必须要吃饱了才能回去。看来你们似乎还怀有一些美好的幻想，认为再拖一段时间，情况或许会出现转机。在我看来，这种挣扎毫无意义。不过，如果你们愿意答应我一个条件，我可以再多给林尼一点时间。另外，我也会解答你们心里的疑惑，比如克雷威到底是谁，跟我是什么关系。你怎么突然这么大方了？不会是要我们做什么坏事吧？不要太高估自己，你们并没有做坏事的天分。喂，那你为什么？交涉最重要的是利益互换，一味的索取或威胁得不到想要的结果。很好，我的条件是在必要的时候做出你们认为最合适的选择，帮一次壁炉之家。奇怪，怎么感觉很正常？不过必要的时候指的是什么？这个就交给你们判断了。交涉成立，跟我来。这里是一座不起眼的废墟，曾经是座宏伟的建筑，现在嘛，就只剩下这些断壁残垣了。没人会到这里来，也没人关心这里发生了什么。不过，我要讲的故事跟他有关。那时候，我还没有成为执行官，林尼他们也还没有加入壁炉之家。出于某些原因，我先后杀死了克雷威以及他的亲生母亲。是你杀死了克雷威？
别着急，让我以克雷威的视角从头开始讲这个故事。六岁那年，克雷威被他的母亲库加维纳送进了壁炉之家。家里看上去就像童话世界，大人们和善，孩子们有爱，一片欣欣向荣。库加维纳就是当时的仆人，也是壁炉之家的掌控者。他不仅是克雷威的母亲，也是所有孩子们的母亲。克雷威在这里度过了一段无忧无虑的时光，然后他很快就意识到，所谓的家并不是什么童话，而是不折不扣的炼狱。炼狱？没错，壁炉之家收留世界各地的战争孤儿。至于如何将这些孤儿抚养长大，则完全取决于当权者的想法。库加维纳提出了一个非常新颖的创意，他教授孩子们武艺，然后让他们相互厮杀，直至选出一个最有天赋的王。这个过程中出现的死伤人数难以估量，死去的人暂且不论，活着的伤员也不会浪费。他们会被送到博士那里做实验，或者被安排危险的任务，当成用完就丢的弃子。原来这就是克雷威说的实验。那之后克雷威怎么样了？你刚刚说克雷威是库加维纳的亲生女儿，如果克雷威去劝阻自己的母亲，库加维纳应该会听他的话吧？克雷威虽然是库加维纳的亲生女儿，但库加维纳对她毫无感情，让她加入壁炉之家仅仅是为了向其他人证明母亲的公平。劝说失败后，克雷威想要站出来反抗，但很遗憾，其他孩子们都沉浸在库加维纳编织的美梦里，拥抱着虚假的幸福。当然这里存在另一个例外，有一个和克雷威同龄的人也知晓了壁炉之家的真相，他的名字是佩露威利。啊，是克雷威跟我们提起过的那个朋友。朋友啊，姑且这么称呼好了。和热情开朗、向往自由、天生具备反抗精神的克雷威不同，佩鲁威利是一个非常冷血的人。正因为冷血，他可以轻易看穿库加维纳的把戏。也正因为冷血，最初他不打算反抗母亲。他确信自己能在厮杀中活到最后。不管怎么说，保持清醒的两个人自然而然成了朋友。克雷威向佩鲁威利讲了很多天真的想法，比如创造一个没有牺牲的真正的家。他也用实际行动证明了决心，多次出逃，多次求援，多次试图公开真相，每次都被打得遍体鳞伤，每次都靠着坚定的意志挺过来。他甚至会强忍着疼痛，踮脚打开窗户，邀请佩鲁威利一起看夜空中的月亮。他的眼中充满了对自由的向往，直到光芒熄灭的那天。我有种不好的预感，发生什么了？他的绝望不是来自某件具体的事情，而是源于无数次失败的累积。十年过去，他和佩鲁威利都长大了，却仍未看到逃离这里的希望。在这期间，佩鲁威利提出了一个新的方案，既然无法逃离，那就干脆全力刺杀这位坐在虚荣王座上的母亲吧。克雷威拒绝了这个提议，第一个理由是库加维纳作为赫赫有名的执行官，有着难以想象的强大力量，刺杀成功的概率很低。另一个理由克雷威没有说，但佩鲁威利看出来了，克雷威仍然把库加维纳视为母亲，他无法割舍身体中流淌的血脉，无法逃走，也无法反抗，那就只剩下一条路了。你猜的没错，死亡对他来说
成了唯一的解脱。那天他来到决斗场，对手正是陪他一路走来的佩鲁威利。酣战之后，克雷威选择主动被佩鲁威利杀死。烈火灼烧一切，又被大雨冲刷。孤身一人的佩鲁威利踏着无数尸骸，成为了母亲心中唯一的王。回看过去，十年前他就预想到自己能活到最后，如今登上王位，内心也没有什么惊喜，反而有种莫名的烦躁。那么为了平息这种烦躁，两位觉得佩鲁威利会做什么？杀死库加维纳？可是答对了，佩鲁威利杀死了自己的好友，仅仅一年后，他又在这里艰难地杀死了他们共同的母亲。动手的那一刻，是非对错已经被抛诸脑后，活下来的人才有资格书写规则，这就是家的规矩。佩鲁威利赢了，他成为了新的执行官，女皇陛下赐予了他新的名字，叫阿蕾奇诺。原来是这样，你就是克雷威口中的佩佩，佩鲁威利，只是后来才改名叫阿蕾奇诺。很久没有用这个名字了，再次提到，还有些怀念。在那之后，我抛弃了库加维纳用过的名号母亲，抛弃了自己原来的名字，以父亲阿蕾奇诺的身份重新组建了壁炉之家。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，还有什么问题吗？是呀，按照你刚刚的说法，克雷威死去的时候应该已经不是小孩子了，那个幽灵或者说亡魂到底是什么？那是与火焰中诞生的虚像，或者说烧剩下的余烬。因为我的血脉中有着某种近乎于诅咒的力量，被我的火焰吞噬的东西会在世间留下某种残影。当然，能恰好形成克雷威这样有独立意识的个体是一件概率很低的事情。克雷威是在16岁那年去世的，但燃烧之后留下的却是他六七岁的模样。不仅仅是外表，记忆也一样，大部分都烧尽了。人的记忆是一种很神奇的东西，失去部分记忆会改变自我认知，失去十年间的所有记忆则会回到没长大的过去。难怪我们和他说话的时候总觉得怪怪的。这么形容吧，他像一个被困在时间里的人，他活在属于他的过去，而不是我们所在的此刻。这么说，你早就知道他藏在壁炉之家里吗？是的，他的存在并不安定，他会照顾孩子们，甚至救过一些孩子的命，同时他也会躲着我，并且不断把他眼中的真相告诉见到的人。残影没有学习和成长的能力，就算接触到新的信息也会随着时间推移迅速忘掉。你们试着让他接触阳光，可惜失败了，对吧？很简单，在他的认知中，家是无法逃离的地方，他无法打破自己的认知。不过没关系，很快我就会再次杀死他，让余烬彻底消失。等一下，我可以理解你想让他消失的理由，但是非这样不可吗？虽然他停在六七岁的样子，但那是你曾经的朋友呀，至少停下来跟他聊一聊不好吗？太晚了，他已经触碰了规矩，必须得到惩罚。不仅仅是克雷威，还有受他影响的菲约尔、南特伊。我希望你们明白，我和库加维纳的区别在于我们会制定不同的规矩，但维护规矩这一点我们是相同的，这是构成家的根基。这样真的好吗？你是指什么？你不想好好的向他道别吗？
无论是做杀手还是做父亲，都有两样忌讳。第一是愤怒，第二是伤感。愤怒带来冲动，伤感让人犹豫。好了，时间差不多了。来的时候，我已经通知了一些好孩子，让他们在黄昏的时候将坏孩子带到这里。我遵守了承诺，多给了他们不少时间。现在，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父亲，我们把人带来了。要处刑了吗？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处刑呢。林宁，抱歉，我听说了，你们帮忙争取了不少时间，但我们还是失败了，并没有找到帮他实现愿望的方法。啊，你是佩佩？嗯，好久不见了，克雷威。站在那别动。叙旧之前，我要先清算你们的罪业。父亲，关于这件事，让开。父亲，你们藏匿了对家存在威胁的人，理应受到惩罚。但综合来看，你们的过错并不是最严重的。对你们的惩罚可以放缓，在那之前要先清算所有背叛家的人。啊，背叛家的人是说我们吗？父亲，听我解释，我们并没有。福尔茨，讲讲你听到的消息吧。是第三次夜谈，参与人菲约尔、南特伊、索托、塔迪耶。南特伊明确地说，要是当初收留我们的不是父亲就好了。索托也附和说，谁不想像个普通人一样活着呢？现在的生活我真的受够了。菲约尔就比较过分了，除了骂我们这些人是疯子外，言语中还对父亲多有不敬。我没有，我没有，只是诬陷，福尔茨。不止我一个人听到了哦，之后包括塔迪耶在内的很多人开始聊克雷威提出的种种问题，并以此作为质疑父亲的武器。我们是被关在笼子里的鸟，唯一的办法就是打破牢笼，是这么说的吧？你这家伙，你恨不得我赶紧消失对吧？我哪里得罪你了？还有你沙普洛，你忘了当初是谁守在病床前帮你包扎的吗？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你说啊。菲约尔姐姐，你误会了，不管是沙普洛哥哥还是我，我们都不希望看到家人死去。你骗人，你们为什么还要这么做？为什么要把我们逼上绝路？因为我们生活在壁炉之家，我们平时做的工作菲约尔姐姐应该很清楚，任何一次背叛都可能导致十几人甚至几十人的牺牲，这种事情以前不是没有发生过，我记得很清楚。所以壁炉之家不能允许任何形式的背叛。搬到白松镇以来，你们密谋了整整七次，许多商讨都明显过线了。你们从半个月前就在监视我们？不，这么一想，搬到白松镇本身就是为了方便我们相互联络吧。你们早就计划好了。抱歉，费约尔、南特伊，包括克雷威在内，你们都是我的救命恩人。那次中毒，如果没有你们帮忙，我根本活不到现在。如果是别的什么事情，我就算搭上这条命，也一定会报答你们的恩情。但规矩就是规矩，这一次我无能为力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好了，菲约尔，做了错事就要承担后果，别
平心而论，我们的行为的确触碰了规矩。对不起，沙普洛·福尔茨。对不起，父亲。可以开始行刑了。沙普洛，按照壁炉之家的规矩，背叛者该如何处置？一切背叛均应付出生命的代价。就这样执行吧。请等一下，父亲。有什么想说的吗，林尼？我想请父亲重新考虑。菲约尔他们的行为真的应该算作背叛吗？我们来自一个个破碎的家庭，从加入壁炉之家那天起，我们就希望把这里建成一个真正的家。但真正的家是什么样子，我们当中其实没有人知道，我的心里也没有答案。但我认为就这样处决菲约尔等人，虽然维护了规矩，但我们会离真正的家越来越远。请父亲再考虑一下。我同意哥哥的意见。父亲，拜托你。林尼，你们。我也赞同林尼。作为父亲，我不会收回命令。但是如果你们真的下定决心，那就拿起武器上前来吧。拿起武器？父亲是说决斗吗？没错，家的规矩不会更改，背叛者一定会受到惩罚。然而决斗同样是家的规矩之一，对我也适用。如果你们能够展现足够的力量，就可以说服我让步。答应父亲？不可能的，就算是林尼哥哥，跟父亲的差距也太大了。旅行者，你听到了吗？仆人要和林尼他们决斗，怎么办？林尼他们能赢吗？如果输了的话，那些人就要被处刑。哎呀，你在想什么呀？你不想好好的向他道别吗？愤怒带来冲动，伤感让人犹豫。可恶，要是仆人能故意输掉就好了。不过看他的表情，他明显是打算认真对待这场决斗。通常来说，有客人在的时候，家里的矛盾不至于闹到不可收场的程度。在必要的时候，做出你们认为最合适的选择，帮一次壁炉之家。你怎么了？喂，你要去哪儿？旅行者。你要和林尼他们一起挑战仆人？我准许了，正好这里也有现成的决斗场地。我对你们只有一个要求，握紧武器，全力以赴。如果大意的话，真的会丢掉性命。固若金汤，天动万象。这就没有要对攻了。火焰收集，注意父亲的动作。彼此升腾的烈火，伸爪给我看。聚收并蓄。无念。
去。这几招还像你样子？你还好吗？想要斗功吗？此乃天道，故若金骨。省点力气，逃不掉的。至暗之时，绝灭之策。倒计时开始了。在此宣布，不得不封建的话。想要对攻吗？傲女看破，道过过来，意识永恒。巨兽必去，天动万象。撑着，现在看。来我家做客吧。是。冷面，断绝。想要对攻吗？趁。在这里。审判！以此生他们的烈火。不错，你的确有挑战我的资格。天动万象，道光，意识永恒。聚在一起可不是好主意。我知道，拜托了。抱歉，父亲大人。你在为这种软弱的攻击道歉吗？比预期中要强一些。红黑色的
月亮，身体动不了。不过，还不足以战胜我。到此为止，难得有客人来，我也不想闹到无法收场的程度。哥哥，你还好吗？林妮，按照约定，作为这场决斗的胜者，我将继续完成处刑。不要。没想到最后会是这样的告别。不过鉴于林妮等人在这场决斗中展现出的力量与决心，我可以换一种方式杀死你们。埃卢瓦尔，我交给你保管的瓶中之火还在吗？在的，虽然不知道是用来做什么的，但我有好好保存，一瓶也没有丢失。等会儿由你来监督，让他们服下去吧。瓶中之火。嗯，那是一次秘密实验的产物，是在某些特殊条件下从我身上剥离并保存的火焰。吞下之后，烧灼的疼痛会延伸到每一寸神经，你们的身体会保持无恙，但记忆会遭到焚毁。如果能够挺过这种剧痛，再次醒来时，你们会忘记有关壁炉之家的一切，然后我会将你们全部从家中逐出。换句话说，我会杀死在壁炉之家长大的你们，并给你们安排一个新的身份。人的记忆是一种很神奇的东西，失去部分记忆会改变自我认知。父亲，你打算放过我们吗？我没打算放过任何人。记忆是一种很重要的媒介，烈火烧过，我面前这个菲约尔会带着秘密死去，活下来的只是一个陌生人。就算这样，就算这样，我不用再提心吊胆的生活了。对不起，父亲，我辜负了您的期望，但是我真的……不要再哭了，菲约尔。你还没有离开家，仍需遵守家的原则。愤怒带来冲动，伤感让人犹豫，不要让情绪左右你的心。是，我记住了。把眼泪擦干，去追求你们想要的人生。是。沙普洛、福尔茨、埃卢瓦尔，带他们回白松镇，把林尼他们也烧上。我多准备了三份瓶中之火，看你们的选择。再见，各位。下次见面，我就不再是你们的父亲了。感谢你们过去为家做出的贡献，愿你们拥有阳光灿烂的未来。父亲，走吧，各位。我来扶着林妮哥哥吧。多谢。克雷威，
了吗？我都看了好久了。啊，真的是佩佩啊，好久不见，你怎么突然长大了？难道说是我不小心穿越到了未来，或者是我还在做梦，这个梦好长啊。都不是，克雷薇，是因为你已经死了。不要这么直接了，你看克雷薇都愣住了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。等等，这么快就接受了？嗯，因为是佩佩说的，佩佩是不会骗我的。而且比起我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样，我更好奇未来会发生什么。佩佩成了执行官，也就意味着母亲已经不在人世了吧。可以给我讲讲吗？佩佩，我想知道母亲和我的结局。面对命运，你不断的反抗，最初没有人相信你，你就把心事说给月亮。在某个晚上，你还跟我相约要去至东看极光，后来你想要逃跑，总是被抓回来。母亲留下你的命，不是因为心善，而是要慢慢折磨你，让其他人知道背叛的下场。但你仍然没有放弃。母亲希望通过一场又一场的厮杀，在孩子们当中选出一位最优秀的王，而你号召大家团结在一起，用平局来减少伤亡。虽然从结果来看，只是多拖延了一段时间，但你给了他们希望。你尝试了所有能想到的方法，全部以失败告终。你的剑没有指向库加维纳，也没有指向我。在那个阴沉的白天，你对我说，16年的人生里，我一直在追寻着自由。如今我却发现，我所拥有的唯一自由，竟然是自由选择死亡的权利。没想到我会说出这种话。那时候的我一定很疲惫吧。不过我完全可以理解未来的自己。按照母亲的计划，最后我们当中只能有一个人活下来。我希望那个人是你。就算让我再选一次，我也会这么做的。第一次见你的时候，我就感觉你一定能做到我做不到的事情。是吗？直到现在，我仍然无法理解你追寻的自由究竟是什么。但是，作为碧炉之家的父亲，如今我会给孩子们最低程度的自由，选择自己命运的自由。我事先跟枫丹最高审判官谈过了，那些不愿意留在家里的人可以忘记秘密，低调地活在这个国家，没有人会追究他们的过去。当然，我不会直接把胜利的果实送到他们手里，他们需要向我争取，向我证明，只有这样得来的自由才有价值。足够了。这就是我一直追求的生活。在我看来，佩佩，你已经是一位很好的王，一位很好的父亲了。由你来接手碧炉之家，我真的很开心。当然了，要说没有遗憾是不可能的，我还没有见过外面的世界呢。正巧我们的两位客人去过许多国家，走过无数地方，让他们给你讲讲外面的世界吧。真的吗？当然啦，我们去过的地方有那么那么多，讲上三天三夜都没问题。其实我有过一个梦想，是当吟游诗人啊，一边弹着手里的琴，一边在自由的风里歌唱，哪怕没人听，我也会一直唱下去。原来摩拉是这么来的，我还是第一次听说。如果有钱的话，我想买三件新裙子，我一件，佩佩一件，
再给母亲一件。可惜佩佩不喜欢穿裙子，母亲应该也不会收吧。那我就留着自己穿好了，每天换一件。你说的那些妖怪都长什么样子啊？我在画本上见过一种面相很凶、头上长角的家伙，现实中有这种妖怪吗？你说的是鬼吧？我们当然见过，没有你说的那么吓人啦。母亲教我们武艺的时候，我总是战战兢兢的，不敢开小差。不过在教练院听课，是不是可以偷偷做些跟学习不相关的事情？开玩笑的，没有生命危险，可以专心学自己感兴趣的知识，肯定很幸福吧。我跟你说，当时的情况可危险了，林妮他们被当成犯人，要在法庭上遭受审判。啊，这么凶险，然后呢？然后嘛，多亏了大侦探派蒙出现，迅速扭转了局面。哦，拜托了，快讲讲你是怎么做到的。听好啦，当时魔术失败后，我们迅速赶往现场。残影没有学习和成长的能力，就算接触到新的信息，也会随着时间推移迅速忘掉。克雷威，你曾在阴影中不断反抗，想要推翻碧炉之家。现在我已知星官仆人的身份，宣布对你的处理结果。你已正式被碧炉之家驱逐，今后你不属于这里，也不必被规则束缚。我可以离开了吗？我也能体验到你们所说的外面的世界了吗？来生再见。克雷威，没想到这么快就要和他分别，我的故事还没讲完。其实我也有没说完的话，比如我想告诉他我在至东见过极光了，和画本中的一样美丽。每当太阳升起，新的一天就会到来，残影的记忆会重置，再拖下去，连告别的时间都不会有。还是把遗憾留在昨天吧。父亲。是林妮？喂，林妮。怎么回来了？我们快过去看看吧。父亲，菲月儿他们已经服下火焰，醒来后从家里离开了。你们呢？多谢父亲愿意给我们这样的选择，但我们从未想过离开。这里是我们唯一的家，林妮特与菲米尼也是同样的想法。他们先回布法迪公馆养伤，由我来向父亲解释清楚。你应该很清楚我对你有怎样的期待。我希望你能成为下一个王，但你似乎并没有这样的想法，所以
我原以为你会借机离开，这也不是什么坏事。被强捧上王座的人，永远都坐不稳那个位置，还不如过一段平静的生活。我一直不太明白，为什么父亲认为我适合成为下一个王呢？你很勇敢，天赋也不错，最重要的是你很珍视家人，为了保护家人，你可以将生死置之度外。这次多亏了你挺身而出，才争取到了父亲的宽宏大量。林妮哥哥就像英雄一样。英雄？真正的英雄是父亲才对。如果那时候父亲使出全力，我们没有半点生还的可能。在提出决斗的时候，父亲应该就已经计划好了，无论从心智还是武力，我都还远远达不到王的标准。你搞错了，在我看来，成为王只需要两个条件，一个是理念，一个是贯彻理念所必不可少的力量。你对家这个概念有着和我不同的看法，有你自己的思考。你真正缺少的是力量，以你的天赋，力量不过是时间的累积。在你没有力量的时候，你仍然愿意在逆境中坚持自己的理念，站到我的对立面，这正是我看中你的地方。父亲，没人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，阴晴云雨都有可能出现。碧炉之家的家主需要的是坚定的意志，而不是事事小心的谨慎。如果真的要达到某种标准才能行动，我就不会去刺杀前代仆人，那时候我跟他还有不小的实力差距。力量决定胜负，但因为力量不够就退缩不前，甚至改变理念的人，永远没有成为王的资格。我明白了，谢谢你。孩子终会长大成人，超越父辈，唯有如此，家才能不断繁茂。这条路并不轻松，我最后问你一次，你确定要留下来吗？父亲与我有恩，恩情必须偿还，更何况严冬计划就要开始了，家面临着各种危险，我绝不能退缩，这就是我的理念。那就留下来吧。至于严冬计划，不用太担心，那些富商政要想买我们的命，我会给他们一个教训。我们已经遣散了所有向往光明的孩子，这是我们最后的软肋。如今的碧炉之家就像藏身阴影的蜘蛛，等待着猎物上门。接下来让他们的计划为我所用，在严寒的风雪中见证赤红的月亮，一切忠诚都将得到嘉奖，一切牺牲都会有其价值。至于两位，虽然不知道下次见面时我们是敌是友，但我会记住今日的情谊。旅途多艰，希望我们都能抵达预期的终点。对了，之前林妮告诉我们，林妮特和菲米尼在不法地公馆养伤，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好一些，我们去看看吧。林妮特、菲米尼，你们的伤好些了吗？好多了。啊，那我们就放心了。你呢？还好吗？不愧是你，我们在病床上躺了两天，连翻身都很困难。对了，克雷威已经离开了吗？林妮将其他人从白松镇带回了碧炉之家，听他说，这次家里没有再出现亡魂的身影。这样啊，太好了。两天前父亲来公馆探望我们，也跟我们讲了关于克雷威和库加维纳的故事。我曾经见过库加维纳，
那位前任院长。真的吗？你见过前代仆人？克雷威与库加维纳的死亡相隔一年，我正是在那一年被送到毕鲁之家的。当时库加维纳还活着，他的做事手段残酷而激进，家里的氛围令人窒息，但他最重视的实验已经结束，有关的人或死或伤都已不在家中。库加维纳也从未向我们这些新来的孩子提起过往事。大概几个月后，父亲杀死了他，并烧毁了所有资料，包括克雷威在内，那些实验者的名字随着痛苦的回忆一起燃尽了。又过了几个月，父亲收留了我和哥哥，他也从未对我们提起过库加维纳与克雷威的事情。总感觉他一开始就想把这些秘密藏在心里。上次聊天的时候，他有说自己为什么要保密吗？父亲说，他既不希望我们被过去的黑暗影响，也不希望我们在得知那段历史后，对他产生不必要的感激。家人的关系还是纯粹些比较好。无论这里曾经发生过什么，都与如今的我们无关了。最后，父亲是这么告诉我们的。不过我还是跟他说了谢谢。听他讲完，我才知道我们的生命在库夏维纳眼中是多轻的东西，可能比用之极器的工具都不如吧。如果不是父亲接手毕露之家，我大概已经……父亲极少提到自己救过我们，因为他认为家庭并非靠恩情维系在一起。不过哪怕没有这些恩惠，我们也会留下来。这里是我们的家，这里会有争吵，会有委屈，甚至会有人离开，但只要父亲还在，家就不会变。我们会陪在父亲身边，无论是在阳光下还是在阴影中，所以我想向你们道谢。多亏了有你们，这次的风波才能以最小的代价结束。嘿嘿，我们也没做什么啦。当然，随时欢迎。菲月儿他们还好吗？早上出门的时候，我在咖啡店见到他们了，他们没有认出我，一边喝着咖啡一边聊着刚刚上映的歌剧。他们看起来很开心，大概这就是他们想要的生活吧。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